你是唯一可以看到我的人，拜托你可以帮帮我吗？我们不同意，我真的帮不了你。阿宝，你刚才在跟谁讲话？又是那些？我留在这边越久，记忆越模糊。要不是那天吃到你做的菜，我差不多都快忘记阿和的样子。我说过我要报答你的。不用，真的没关系，可以，没关系。 魏晋元3月24日起，每周日晚上8点，就在 TVBS。